新时代共享未来。第七届镜博会在魅力上海闪耀登场，而作为承接镜博会溢出效应的松江区，也正以开放的怀抱迎接四海宾朋，展示丰富的文旅资源。今天我们去哪玩呢？哎，咱们来到了Xinqiao镇，首站呢，当然是要前往咱们松江区的标志性建筑G60科创云廊啦。G60科创云廊是全国最长的城市产业长廊，全长1.5公里。作为G60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核心项目，是联动九城的枢纽，一座具有创新设计和高科技应用的建筑，集商务办公、五星级酒店、美食餐饮、休闲娱乐及生活配套为一体，一起逛逛吧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饭点的时间了，既然来到咱们松江啊，怎么能不尝一尝本帮菜呢？那么今天我给各位推荐的可是我们松江土生土长的餐饮品牌，传承上海老底子民间味道的小爷叔。而在G60科创云廊里，有一家将世界各地精品海鲜、高品质牛肉与粤菜工艺相结合的高端海鲜餐饮品牌，那就是醉辉煌。超大的露台让你在推门的瞬间可以一览云廊的震撼美景，吃个饭心情都美丽了。美好的生活从花书茶开始，书局儿是上海首家女性独立书店，书香、花香、咖啡香，今天的下午茶就选这里了。想要吃美食没有负担，那不妨来游个泳、健个身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XinqiaoTown绿地柏林酒店，四星级豪华酒店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环境优雅，泳池干净，健身房设备齐全，有专业的教练指导。喜欢健身的朋友，入住这里是不错的选择。